又开始做晚饭了。今天百叶结烧肉，今天做饭做晚了，米酒爸爸都回来了，我饭还没做好，把这个肉先炸一下，再炒糖一下。妈，我的肉点是先下油锅里再炒糖一下。哦，肉炒好了，把它放到这个高压锅里。今天做饭做的晚了，这个高压锅快一点，放一把花椒，再来点葱，刚才姜已经放进去了。加入开水，用这个的好处就是不用开火，快一点，而且它这个锅的话有个好处，中途可以加菜。红烧肉20分钟开始。小米酒，你做的什么饭呀？我做的糖加米饭。什么米饭？糖加米饭，饭更好吃，更香一点。糖浆米饭呀？那个米饭饭很好吃嘛，很入味嘛，很香嘛。给你爸爸吃糖浆米饭，黑暗料理。他说的很入味嘛，很好吃嘛，很香嘛，是不是？你太会说了，我也会给你尝尝的，来。哦，给我尝尝的，来，我不吃。趁这个时间炒下一个菜，就放了点盐和生抽就好了。肉也好了，这里有一个开盖煮，可以大火收一下汁。出锅啦，撒点芝麻开吃。还做了一个青菜豆腐汤，一个拌木耳。你们俩吃肉啊？吃肉吃肉。也要吃素呀。说的对，也要吃素的。有的来点汁。泡饭的还挺会吃，要用番茄汁泡饭。筷子往下拿，怎么拿那么高？对，好，哎，太矮了。把你怎么都灰了？它一熟就这个颜色了。来，好香啊！好吃不？好吃。我帮爸爸夹个肥肉，再帮爸爸夹个这个卷花卷的。那个叫百叶结，是给爸爸夹菜。你自己也吃吗？给你夹个把你都再给你夹东西。我好了，不要了。你光给我夹。心疼你啊，上班辛苦了，多吃点啊。都不知道给妈妈夹菜。还有我提醒你看看。我刚给你夹个把你呢。好，谢谢。给你夹个肉呢。来。好，谢谢。我给你。夹那个全是带袖的那种肉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也吃肉吗？好。看这啥搭配啊，把板栗弄到番茄酱里面。甜的要少吃一点，妈妈都不敢吃甜的。我敢吃，但我不会出现糖尿病，牙齿会黑。你还知道糖尿病呢。我现在发现他懂得好多，他今天还给我讲乘风破浪呢。乘风破浪的团。嗯，你在哪儿听到这个成语啊？那个学习下面听的。那你给爸爸说说什么是乘风破浪呀？乘风破浪都是小团带那个和尚还行的啊，就像板栗一样在那个番茄筋里面飘啊。哎呦我的天哪。你这个板栗就是一艘船是吧？是的。然后这个番茄汁就是海浪是吧？飘啊飘啊，真会胡扯。好了，到达目的地在哪里？在碗里。在你的嘴里。在碗里。小文化人现在人家外面吃饭，大声喊，穿越山什么湖海，把人家老板的逗笑了。像有一首歌叫什么，穿越山和大海，是吗？是哦，歌词是不是？把一碗又吃完了，你看。这样吧，我肯定都能追上他吃的。嗯，那你快吃吧。我都想他，我都往前行吃素呢。哦，然后我都吃前面吃饭了。嗯，多吃菜，多吃饭。
菜也要多吃，饭也要多吃。我帮你来个。那我，你别给我夹，我自己夹。那好，谢谢。那我全都给你夹了。嗯。然后大哥，哦，好好好，谢谢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大舅下完他看看我能不能给爸爸把那个碗。爸爸都喝汤了，他没赶上。你慢慢吃吧，爸爸他是大人了，他吃得快。我爷爷大人那屋也吃得慢啊，也他也喝完了吗？嗯。再来一碗汤好不好？不喝了，我已经喝饱了。